现这两字其实是取自于中国古典文学里面的《红楼梦》，然后它里面的园林就是叫大观园嘛。那我大观园呢，其实就是暗示这整个园这次的这些景色都是虚幻的景色。对，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观园，就是观就是观看的意思嘛，就是观看园林，那就是希望说民众可以透过眼睛去看，去发现我想表达的事情这样。我主要使用的技术叫做电脑体画缩织，也就是我的字迹上面有一个电磁阀，它可以把我设计跟我画的意匠图，然后辅助它提中思的作用。可是也因为有了这项辅助，我可以织出更不连续的图案，也可以让我的创作更随心所欲，然后比较没有界限这样。这幅我是主要是先构图，制作出来之后再局部的，因为我想要上面的云彩它是比较厚重的，然后比较不可预测，所以我才想要再用那个油画的打底的东西去做出它的肌理。一看到这展场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，因为那个曲折的展场就是很像是我们在园林里面去绕园的感觉。那所以我就把这个空间区隔成两个部分，然后前面的部分是比较是心境上的景色的部分，那后面的部分呢，就是比较像是园林里面开窗的风景，所以它有一些是比较写实的景象。